艾灸人五一的出行攻略啊，景美喝酒多，反高峰人还少，酒厂有啥好玩的？今儿带你云游一趟赤水河畔山谷中，有一座花200亿打造的白酒庄园，白天在敬天台远眺赤水河和两岸青山，夜晚在酒店房间里欣赏澄澈星空，还有48万平方米的山谷观景秀。这地儿啊，在郎酒，但咱主要是去盘的聚全力托举出的庄园酱酒青花郎。庄园呢，采在赤水河左岸49公里的黄金酿酒龙脉之上。这儿好山好水，可是孕育青花郎的功臣，以赤水河为魂，打小沐浴在微生物活跃河谷中出生的原酒，长在天宝峰上，经历十里香广场一年内露天弹出，千亿茴香谷1到2年的露天灌出。这首酒体驯化了野性，口感稳定。再次盘锅后，放金樽宝内的陶当固静养，让酒体中的风味物质啊继续融合沉淀静养。最后在天宝洞老厨陈化，恒温恒湿的环境加持，郎酒才有独特的茅香郎味和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风味。说了这么多，咱赶紧尝尝。这是去年刚升级的第5代青花郎，主体基酒呢是7年以上，用了20年洞藏陈年老酒调味。都说酒是陈的香，我都馋了。它酱香馥郁，沉香突出，尤其是酒体啊非常醇厚。这个就是洞藏沉香，入口饱满，层次丰富，回味下呢有绵长的余香，经久不散。在庄园完整的体验好酒的生长，了解一瓶酒的内在，喝起来会更有一番风味。去不了的酒友也别馋，在家整瓶青花郎，尝尝洞藏沉香的风味，神游一把赤水河左岸的风光。